就像八号店是有真的预言家，但他发言发成这样，是不是该死？就是要出去力求进步嘛，不能这样懵懵的发言，然后就过了都投给他，这样不对。不好意思，容忍我这么久。零九是很善良的人，不至于那么没有包容度。周日中午晚上八点，八大综合台28频道娱乐百分百。